第三场地，陈伟杰、刘秋日、张成豪、施向德。张成豪、施向德没来吗？张成豪、施向德，选了。所以陈伟杰跟刘秋日已经打赢了这场比赛，因为这个对手已经弃权了。张成豪、施向德弃权。这个第三组的裁判。他第有一个弃权的，和下一组陈嘉祥、许正浩、林庆文、吴峰仪到场了吗？第三场，到场，请到第三场出赛。第一场地，黄俊卿、吴国汉、王志庆、黄伟文，请到第一场。黄俊卿、吴国汉、王志庆、黄伟文，请到第一场地。请问一下，陈怡慧跟张慧君有没有来到现场？陈怡慧、张慧君有没有在现场？你可以麻烦过来一下吗？他来了。
切，照不精彩点，要赵公尧起来要杀。Thank you.
还不能放。